Thanks for the dance. I'm sorry you're tired. The evening has hardly begun. Thanks for the dance. Try to look inspired.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大家好，欢迎收听画一画，我是老杨。哎、我是木香，木香。嗯，呃、我不是铃木金香嗯。嗯，你也不是木星，哎、也不是木心，<laughs> 虽然喜欢木心，木心也没什么关系。<laughs> 嗯，这名字是跟疫情的情绪来的。为什么呢？就整个情绪比较紧张嘛。啊。 就那天在家自己点了一个有香味的火柴，嗯、然后觉得稍微情绪，哎，好像得到了一点缓解，嗯、缓解，嗯，还是挺好的。<是>继续聊艺术啊？嗯，最最近也没有看什么展览，嗯、也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艺术品，嗯嗯，我们就从跟艺术相关的一些内容来。 来聊聊艺术好了，嗯，对的。我是最近疫情期间在看陈丹青老师的这个剧部啊，有时候会忘掉，有时候想起来就补起来，嗯因为他一周发一期嘛，嗯，对，所以看剧不是我能让我放松的一个生活项目之一，看电视剧、看电影，甚至甚至听歌都都比较难，就是很难去跟把自己的情绪投入到其他艺术作品里，呃，不是就。 其他的文艺作品里，嗯，看一些记录性的东西稍微好一些。哦、哎，嗯、这倒是。我疫情期间虽然是看了一些电影，不太能投投入进去。啊、嗯，嗯、电影其实有好看的，有好看的。呃、随便插两句啊，嗯、我觉得现在这个发行方，就电影发行方，嗯、然后这个整个格局变了，有网络发行渠道了以后，嗯，好像整个的这个内容出品的量，嗯，挺高的。嗯 但就感觉品质并没有像它的量那样的爆发。嗯嗯，嗯嗯对我们刚才说，除了这影视作品，那个呃音乐,音乐也是，嗯、就感觉真是好像没没有什么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啊。我觉得不是没有好的，肯定有。比如我现在放的科恩，嗯，其实这个我们之前节目里提到，就是有一些嗯。 资历比较老的老一代的音乐人，他们发的东西好像不太受到整个音乐评论、传媒这方面的重视，嗯，还挺可惜的，我觉得。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呃，我我只能胡说啊，这个没有数据或者这个任何的支持，嗯、那就可能跟现在的传播环境，嗯，跟互联网时代还是有关系吧，嗯、可能受众偏年轻，年轻人整个商业社会。 需要流量，需要点击，那能贡献流量和点击的，可能更多的是年轻人吧。嗯、然后他某些类型的音乐或者内容更能吸引他们的话，那整个产业会更多的把资源围绕在这方面。嗯，我只能说可能啊。电影，我们有机会以后再再跟大家聊聊，觉得好的可以。可以嗯，<对>今天聊聊个什么？我们要聊艺术。嗯。 从一个纪录片开始，从纪录片开始呗。嗯，还说到纪录片，哎，这个三月份嘞，嗯，我印象里啊，嗯，这个香港的国际，呃，国际电影节，嗯，好像是在三月份的，嗯，延期了。我估计今年要要泡汤吧，我没我没去查新闻。然后今天要提到的这个纪录片，我是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看的，不知道今年这个上海的国际电影节会不会如期举行。 打个问号，打个问号，嗯，你是最近补了是吧？对对对，叫呃《万物有价》，嗯，是一部关于当代艺术和艺术市场的这么一个纪录片，嗯，就本来是去年上海电影节是有放映的，对的，你去看了，嗯，我本来也是准备看的，你是没到，我是票都买了，哦，我想不起来我那那天是有个什么事儿，忘了，对，反正是没看到，就电影节看完我就觉得，嗯。 觉得可以跟你聊聊。嗯，你这看完，现在终于看完了，觉得怎么样？挺不错的，非常近距离的去跟拍，或者说采访了一些跟艺术行业相关的这么不同角色的人。嗯，有都有哪些角色？你先想得起来？嗯，包括策展人啊，包括画廊主啊，嗯，还有拍卖行的从业人员啊。 还有，当然呢，少不了还有艺术家本身。嗯嗯，藏家说了吗？藏家啊，对，还有藏家。藏家是最重要的。对，藏家也是，<laughs> 对，是非常重要的、嗯。对，在生态里，其实藏家比艺术家还重要，某种意义上、嗯。是，他并没有说表达一个非常强的观点，导演的自己的观点，嗯、但是他我觉得他观点还是融进去了，没有没观点的纪录片。呃、对对对，他融进了，但是他不是说我要好的点，就是因为他比较广的才。 采样了，各方意见对各个角色的一些观点，嗯嗯，是也包括一些史料。嗯，我当时看，的，为什么觉得这东西值得聊呢？因为我其实不太爱听其他人聊艺术。嗯嗯，我现在艺术纪录片我其实都不太爱看，包括 BBC 的我其实都不太爱看。嗯，看到的内容里常常都是以拍卖行呃拍价为起点来聊一个事儿。嗯。 我、哦、其实特别反感，嗯，就是拍卖这件事其实非常小众，非常小众，比你妈小众电影还小众，小众音乐还小众，嗯、它其实是个非常小圈子的事情。非常小，就可能在现场的每一场拍卖现场的人，大家都认识。对对对，嗯，当然可能不不时有些新买家进来，进来，对对对、嗯，就比如我们上海也有姓刘的是吧？嗯，可能 <laughs> <对>、嗯、他现在应该已经不算新买家了。他不算新买，他<但>刚进市场的时候可能是。呃、对。 但它是个非常小众的事情，嗯、呃，艺术现在肯定有大众的一面嘛，嗯、这么多艺术馆，嗯，呃，公共的空间里都有艺术品，咱为什么一聊艺术就要开始从拍卖聊呢？嗯，这我觉得这这里肯定有误区，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都或多或少的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嗯、让大家了解就是。 拍卖是个什么？艺术市场是什么？呃，买家是怎么在里头满足他自己的需求的？或者整个生态就跟呃价格、跟货币相关的这件事儿，比较挑动大家眼球的这件事儿是是怎么回事？大家以后就就我觉得真有机会看了就解了这个毒了，就明白了这事儿可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觉得是真没关系？嗯嗯，有什么鲜明的点你还记得呢？一上来就是拍场，我记得。 对，一上来就拍场。对，哎，对你刚才说你不爱看艺术片，就是因为很多呃，不，你不爱看艺术的纪录片。嗯。因为很多都是从拍卖开始说，那这个片也是从拍卖开始说，因为他怎么就看下去了？他就是讲价钱的，我觉得他就是要把跟价钱、艺术品跟价钱的关系要讲清楚。嗯、那我觉得 OK、嗯。很多就不管文章还是、嗯、还是纪录片，他先告诉你这个艺术家在市场上被拍的多高，嗯，然后再给你讲作品。 事实上，就等于说，这个市场上的买家愿意为他付多少钱，来代表他的艺术价值、啊。对，就是其实这个太单一了。对，其实就是把价格和艺术品的价值画了等号，<对>就是你的艺术品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是通过它的价格来判断的。<对>嗯、我觉得显然不是这样，就在欣赏，单纯一些欣赏的角度，嗯,嗯，不是任何买卖的角度啊。 这显然不是这样。嗯，我们举一个这个大众明星陈丹青老师的例子，嗯、他不是喜欢一个梵高画的很幼稚、很拙的东西吗？嗯、他自己藏了个印刷品。嗯，对他来说那个意义肯定很大。嗯，但是你说那个印刷品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那肯定是没有的，嗯、对吧？我相信那幅画在梵高整个作品里可能。 也是价格不是很高的一作品，一幅、嗯，本身是，不是尺幅也很小。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早期的习作这么一个作品，对，都像没画完似的，就是涂涂改改，就后来就放弃了这种。对的，对，肯定是不如他的一些被很多人去反复去提及的那些向日葵啊、星空啊，对吧？代表作对来的有影响力。嗯、所以这个片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他通过这些不同角色的人的观点，也可以看出对于艺术的看法也是。 嗯，不一样的，不同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就是说，你刚才说你是做一个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这个艺术和呃艺术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嗯嗯。嗯但是可能我们看了这部片子里面，在这个艺术市场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对，但我很能理解，<我>就是这、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呀，<对>他要靠这个体系来生活。是的，是的，这个绝对是理解的。对，嗯、就比如说刚才来说开场就是一个。 忘了是克里斯蒂还是哪的一个这个拍卖的后现场的后台，对、呃，那些工作人员在呃紧张有序的，对，还真蛮蛮紧张有序，被挡拍的<对>准，准备的那些、嗯、呃要准备上拍的这些作品，嗯，那、嗯、其中这一段配的一一个旁白是就是一个菲利普斯还是哪儿的，还是克里斯蒂之以前的一个拍卖师，嗯、特别有名的一个拍卖师，嗯，嗯然后他。 从他的为一个是艺术市场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说，他是觉得艺术作品的价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是打等号的。因为他的他的道理是说。 因为艺术作品需要有给它一个非常高的价格，才能让人觉得它是这个作品是值得尊重的，它才作品才能受到更好的保护。<laughs> 他这，呃，我要说啊，他这有点串了，嗯、就是把价格和大众传播这个事情有点,、嗯、有,点有点，呃，有点融到一起去说了。 那美术馆里多少东西是没标过价的呀？嗯，对不对？因为博物馆里有多少东西是没标过价的？嗯、它依然被保护了。嗯、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他的身份或者他的职业来说，他说这个是能理解。那也就是只能当能理解吧。嗯、甚至有一些、嗯、有一些诙谐的部分在里面。嗯，有一些啊，包括后来呃，就有一段也是在那个拍卖行采访他们的这个准备的工作，不是有一个女的、嗯。女的 不知道是拍卖师还是什么，还是反正他是专门来推介，向向买家推介的，是吧？对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就像个买手，蛮像买手的。他就是去收收集这些，嗯嗯，拍品的，嗯嗯，或者说一个嗯筛选拍品的这么一个，对是是是嗯，以及他需要编辑好这些拍品怎么对对对以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怎么样的顺序，甚至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营销。嗯 让让未来潜在的买家了解到他。他也是他，作为这样一个角色，他他有个问题回答的挺有意思的，嗯、就是那个，嗯，片子导演问他说是，你觉得这个整个拍卖的这个，嗯、呃，流程里面最喜欢哪个环节？他说是竞价和成交，嗯，然后露出了那种笑容，呃、嗯，然后以及他前面那些采访，包括他。 在整个项目运营过程中的这些举动各方面，嗯嗯、让我看了以后觉得他就他整个就跟那个一个股票交易员吗？对，触动他或者说能够给他非常大刺激的，那当然竞价和成交的那一瞬间是非常刺激的，对、嗯，而是让他能有非常强的、嗯、对,对非常强的满足感的，嗯、对啊、嗯，非常商业化，好像跟艺术本身的这种创作或者说。 艺术的这个给人的这种很神圣的这种感觉是没有没有半毛钱关系，让你觉得好像跟我们咱这淘宝那个双十一给大家公布啊，今年半小时里面就突破多少多少亿，是吧？对，是感觉是一个概念。有一点，嗯，他虽然会讨论一些呃作品呀，讨论一些艺术家呀，嗯，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有一种在讨论赛马，或者讨论一。 一只股票的特色，嗯嗯嗯，或者这个某某一只科技股，它经营的这个这个领域多有潜力，这好像是同样的事情。对的，你说他有没有这个艺术史的一些知识？他肯定是有的、嗯、啊，必须。但是你说他的这个观点也好，他的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好，跟其他的这个艺术家和别的艺术欣赏者，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艺术相关人员，包括策展人之类的、嗯、都不一样。嗯。 他所以他在策划的时候，他更多是考虑市场，考虑他的受众，考虑他的这些买家。对的，所以他在编辑他的那个 catalog，对对、嗯、catalog，怎么样排列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嗯、用什么来衬托，什么样别的之前的艺术史上比较知名的作品来衬托他要拍的这个作品，嗯、才能够凸显出这个作品的价值。嗯嗯、对。 以及比如说，他有两幅同，他有一场拍卖，同时有两幅里希特的抽象画，嗯，用板子刮的那个系列，对，嗯，他他就会觉得红色要比黑色的好看，嗯。 然后他的分析就是因为红色的更热烈、更热情，其实就是更刺激、更有力量。嗯，然后黑色就感觉给给人很阴郁的感觉，那他觉得红色肯定要比黑色好卖，所以很红色的可能就要作为压场，然后可能拍的价格更高。嗯，他想要回避说这是一个像更呃像一个营销手段，但其实它就是个营销手段。嗯、对、嗯、你说的说的很对，确实，嗯嗯，当然他他很有热情的，但似乎。 呃，带着艺术鉴赏的眼光在说这件事，但其实就像你说的，嗯嗯，他就是在推销，就是在推销，更合理的让他卖出去。嗯嗯，总之他追求的是价格啊。嗯，而且作为拍卖来说，这些呃参加拍卖的这些藏家来说，嗯、呃，本身拍卖这个活动，我觉得就跟我说像、嗯、有点像是，嗯、呃。 赛马赌赛马、嗯，一种赌博的心态，嗯，所以他通过这些很多小的手段，可以说他很专业。他通过这些小的手段、嗯，嗯、让这些参与拍卖的藏家在拍卖的现场，能够很容易的被这些他埋伏的这些小的伎俩，嗯，给触动、嗯、挑动他们、挑动他，因为拍卖。 大家看那个片儿，或者大家看过以前的一些别的纪录片、嗯，那个是瞬息万变的，就很很快，嗯、就真的很刺激。嗯嗯、对，可能一个上亿的作品就在那么几分钟之间就决定了。嗯嗯、对，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嗯，在短时间里能够一下子刺激到你的一一些因素，嗯、让你决定我就是要要要拿下这幅画，嗯、我就是要。 赢下这场战争，就买家作为买家，他可能首先这场这场拍卖，我主要想买什么，嗯、然后我至少有个心理的底价。嗯、对，但就像你说，他有时候也会心里会控制不住，控制不住超出自己的预算之后，他可能还会跟，嗯嗯，嗯<对>跟一段有可能就不跟了，有可能他就追到了，<对>嗯，所以这个、呃、就是互相挑逗啊，对，互相挑逗，嗯，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 已经，我觉得这部分跟真正这个艺术品的价值是已经没有关系了。嗯，它更多的是一种非常商业的一种刺激的行为。对，而且它是它真的太小了。嗯，就两个人就其实最后就是两个人决定一幅画的价格嘛。嗯、对，一件艺术品的价格它不一定是画了。对，就看最后这这个竞拍的这个小这个这场。 小小的争斗啊，嗯、之中谁最后取胜，嗯、对吧？谁能坚持到最后？看了这个片，子，大家也会比较了解整个艺术市场，它是一个呃非常联动的。嗯、就是刚才说这个拍卖市场，嗯，在两个人藏家之间展开了这场战争，嗯，可能呃很随机的，或者说很偶然的，嗯，决定了一幅艺术作品的。 非常高的价格价格，嗯，那这个行为可能就带动了说这个艺术家，甚至是和这个艺术家相关的一些别的艺术家的作品的，整体价格提升，嗯、而且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在二级市场拍卖市场上，嗯、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级市场，不是可能，嗯、是肯定影响到他们一级市场对的价格是，那么同时这个价格，你说会不会影响他们在美术史？ 的高低，我觉得也是会的。嗯，嗯这个高低主要就是它的被提及和出版的这个数量，<对>是吧？嗯、对，或者它的展出的数量。对的。所以说，最终这个艺术品的价，现在我们当代艺术品的这些价格到底怎么来的？嗯，它可能就是因为一两个人。 这个藏家之间的这么一个，嗯，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中国人的竞争是吧之类的，就可能就带动了这这么一个艺术家。反正拍卖就是这么个事儿，而且我觉得万物有价挺好。就是影片里他又采访了一个藏家，年纪挺大的，呃，是德国裔的犹太人对吧？应该是德国裔犹太人，嗯，在纽约生活这样一个藏家。对，我没记错的话，他。 也讲得很清楚，年纪也蛮大了，到了影片的最后，他买到的那些东西，他还留在手里的都捐了嘛？都捐了，都捐了。其实这就是海外的这么一个流程，挺多的，要不就是捐了，要不就是在拍卖，但他就说的挺清楚的，就是说，简单说，富人，的钱如何保值增值，就三个渠道。我没记错的话，呃，物业，嗯，就其实就是啊，不动产，房子，嗯，这是一大类，嗯。 债券，嗯，一大类，嗯，然后就是艺术品，对，就是富人的选择很少，只有这些东西嘛。拍场是属于这些人的，嗯，不要不要有误会，就是大众在欣赏艺术的时候被这些人的，嗯，呃，行为所所诱导，那真的就是我我觉得是错了，嗯，那是一个金融市场，对对吧？对，嗯嗯。 他不是靠不是靠鉴赏来支撑的，我觉得、嗯、某种意义上，嗯、不是说他完全不鉴赏，但是那更多是个钱和少数人的事儿，就是鉴赏占的比重就比较小了。所以他就是也讲到了他买了一些藏品是多少年的这个跨度里有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增值啊之类的。嗯嗯，嗯对，作为投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的。嗯。 对具体数字记不了，反正他是七十年代买了那个、嗯、那个那个蒙德里安的一幅那个抽象画，嗯，啊，就后来就涨了嘛。包括他之前买了那个、嗯、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买了呃杰夫昆斯的那个著名的那个不锈钢的气球图嘛。哦，气球图，嗯、对对对，那是，嗯，嗯对，就当时他买完还被，标志性，嗯、<laughs> 买完还被别人嘲笑，嘲笑，嗯。<laughs> 嗯 这个市场就经常你要得敢吃螃蟹才行，嗯，反正后来都涨了，都涨了，嗯嗯，而且这个呃这个涨的幅度还是非常惊人，嗯嗯，你在投资市场上想挣个百分之十、十五、二十都很很吃力的，很考验投资能力的，是吧？对。但是艺术市场的回报就很就有时候很可怕了，嗯嗯，那个翻的倍数很高，嗯。 对，所以说白了，这个拍卖就是富人玩的游戏。对，对，所以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其实不光中国了，当然全世界也有，就等咱中国现在也有，就是也有很多民间的所谓的这种拍卖。嗯，民间对民间拍卖，对吧？也有，甚至现在有很多网络的拍卖，嗯。完全不是一个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参与这样的拍卖，嗯，跟参与所谓顶级拍卖行拍卖，不管是。 呃，名表、古董还是知名的、嗯、著名的艺术品，其实不太一样，嗯、还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金融的范范围来看，嗯、它不是同一个层级的事儿，不是一个层级，完全不是一个层级、嗯。我们就这个都已经完全没有讨论在艺术或者鉴赏的层级上，对，就完全在金融交易的层级上，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就你你说你拍一个什么石头，你你那,那意那意义在哪 <laughs> <laughs> 意义在于高兴就好，哎、啊。 对，那也行，高兴就好。<心>嗯，嗯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嗯嗯，嗯你说那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拍卖行的那个专家吧？嗯，就是呃像买手一样的，对这样的职位。嗯，那个那个女性她不是有个朋友吗？要买也是女性，嗯、然后要希望买一个非洲裔艺术家的作品。嗯，要上拍了，她给自己有定个心理价位，好像是三十万美金。嗯。 高了就就不玩了，就觉得这个艺术家要被炒的太高了，那就不是我的游戏了之类的。嗯，那、啊、最后就好像就是他没有拍到，对，就是太高了。对,对的，他觉得这个游戏好像跟他的概念已经不太一样似的。嗯嗯,嗯，说明这这位买家还是很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嗯、很理性嗯。嗯，但我觉得是他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些。 拍卖的经验，拍拍卖的经验呢？但他可能觉得现在的拍场是跟他以前认知到的拍场可能不太一样了。嗯，但这个细节我觉得在影片里没有反映出来，嗯，可能要更了解的人才反映出来。但他开了一个玩笑，带着一些讽刺的这个意味，就说这个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旁边的这个 apartment 啊，就是公寓啊，嗯。 就是楼上楼下大家的墙上的相同的位置，可能挂是同一个艺术家的画。我觉得这可能是某种意义上对所谓富人的一种讽刺啊，带着一点，或者这是这就是这个阶层他的消费的配置、呃，嗯之类的。嗯，就像你说的，他呃这个富裕阶层，他既有投资的属性，又能表现他所谓的这个。 形成品味，对，嗯，但常常可能是需要靠他购买的价格来支撑他的所谓的品味的，嗯嗯嗯，我觉得这可能也多少也说出了他对现在这个艺术市场的一些小的不满吧，嗯，我觉得这个现状就是这样吧，嗯，而且在这个拍卖这个群体里面，还是极少部分人是敢吃螃蟹的人，嗯，而且这些人是相当有。 这个雄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人，嗯嗯、他敢吃螃蟹，所以他就会带起这个、嗯、呃风潮。所以即使是在这么小的一个拍卖圈子里，他也有一所谓的、嗯、呃流行啊，或者这个过时啊，这也有这个东西。嗯、所以就像刚才说那个呃非洲的非洲裔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嗯，这个作者我还之前还是有看过、嗯、啊，你有了解过、啊？有了解过，嗯、而且。 嗯，不光是他，就是近些年，嗯、我我我自己的感觉啊，嗯，不光是非洲裔，包括可能南美裔的，嗯，艺术家的作品，嗯、这个关注的热度是是越来越高，嗯，就像里面有个场景是在艺博会、巴塞尔之类的，freeze freeze，嗯，freeze，美国那个 freeze，、oh, 嗯，上嗯也是有。 有一个那个拍卖师，一个老头儿，拍卖师，然后他碰到一个藏家，那藏家说：“哎，他也是想买那个非洲裔的那个艺术家的作品。”对。然后那个拍卖师也给了他一些，就闲聊也给他一些意见，说：“啊，这这这艺术家不错的，我觉得他最近也是，嗯，形势看涨，就感觉就是就是在卖股票的感觉，嗯，股票分析师的感觉，真的是，嗯。” 对，所以也是有这么一些嗯潮流的变化，嗯,嗯，大家也会去去嗯追逐这个潮流，所以不管是就是说你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还是一般老百姓的，嗯、都逃不过这嗯，嗯嗯对，所以才会有是跟那个拍卖师说的，同一个公寓同、嗯、不同楼层都是挂、嗯、同一张挂同一艺,艺术家，嗯、所以就是这些他们去购买的话，就真的是作为一个商业投资的、嗯。 嗯，想法更多一些，比起嗯纯粹的欣赏来说，嗯，以及他们还有一个作用是墙面的装饰，就像那个大藏家，他一开始就很直白说，我一是我手上有闲钱，嗯啊，我没地方买，没东西买，我就我只能投资艺术品，嗯，第二点就是他说我家里要装画，要装饰，嗯，对，其实。 通过装饰这个手段、就是，就是是是想彰显自己的品味，因为他们这种，呃，富人是。 社交，富人之间社交也是很频繁的，相互在家轰轰趴。轰，嗯。他不可能说我还比我家买奢侈品买多少，他们早就或者我家冰箱多大是吧？或者我我豪车多多，早就过了这个级别了。对，而且那种年纪的人，对，不可能，不可能。嗯，富二代可能比比车。他怎么来显示自己的呃实实力也好，或者自己的品味也好？那那。 他就通过前面这些话，对，因为，嗯、呃、嗯，这个就稍微牵扯一点所谓欣赏的，嗯，就是他除了有经济实力，他还有,有辨别力吧？我不是随便买的嘛，他至少这个他要讲得出来的，对,啊、对，嗯，所以虽然像他说的这些故事，包括他说他买那个，嗯、呃，蒙德里安和杰夫昆斯，嗯，那他就是一个在。 在他的这个富人圈子社交时候的一个社交货币啊、嗯，我们老是说社交货币，<对>社交货币的就是啊，也是属于他们的、哎。对啊，就别人来家里的时候，他给人介绍话，嗯、他可以把这个背后的事说出来。嗯、他可能是一个玩笑的方式说，哎，我当时买，你看周围人都嘲笑我，是吧？嗯、哎，说我这个傻老帽花的冤枉钱，嗯、对吧？嗯、哎。 让我看我多有眼光，对，他他就是带着一种自豪。对我那年七十万买的，现在已经接近一千万了，或者几千万了，对吧？对啊，嗯，这种嗯炫耀也好，他他是就是给他周围的人是能带来刺激的，对的。而且他马上刺激的这些人也会去跟着去买一对，会会心动，会心动的，嗯，对，这就是他们基本的需求。对，所以我说这个导演还是藏了一点，所以他。 他会采访到那个相对呃购买力低一些的厂家，嗯，以及那个呃非洲艺术家本人，他也采访了，嗯,嗯，还采访了就是。 呃，艺术家一个艺术家，对吧？嗯、除了杰夫·昆斯之外，嗯、另一个远离市场的那个艺术家，对，其实他采访了好几位艺术家，而且、啊、对对对，李希特都对，但李对李希特算少的在里面，嗯、他是比较少的就就，就出来说了一句 “money is dirty”，、哦、<laughs> 太苦了。 老头其实很会经营，呃，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跟你说，这些成功艺术家看这片就看出来嗯，都不承认自己经营，在经营自己，是吧？嗯，对，其实都是很都经营的挺好。嗯，一共出现了不少艺术家，但我觉得他挑选的这个艺术家还挺维度还挺宽的。嗯哼，啊、嗯，你像他，呃，杰夫·昆斯也好，那个、呃、李希特也好，算是当红顶尖的这个。嗯 无论是这个就是在拍卖市场，还是他们的这个在所谓的这个艺术史的地位，是像是都是相当相当高的。现在<对>目前来说，对，同时他也有采访了，呃，包括那个康多也是。啊，也<是>康多我是真的不太了解的。嗯，嗯康多也算是是在艺术市场里是比较火热的。嗯,<哼>嗯，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 火热程度可能还没有到那个这个昆斯昆斯的那种那种程度吧，嗯、包括里希特那种程度，嗯嗯、还在发酵呢。但他是它不能算新星,星了，它有些年头了，好像。另外还有采访一个女性的艺术家，嗯，敏敏特好像是叫，哎、嗯，敏特，嗯。嗯 然后就画那种非常朦胧的朦胧的,朦胧的一个呃呃人像，嗯，基于摄影的啊，基于摄影的，对啊，也是表现性主题的，哦、嗯，嗯嗯、哦哦、对，画很多裸裸裸体的女性，然后是非常朦胧的，的、嗯。但是高度模糊化，高度模糊啊。嗯嗯、然后嗯，他也算是一个跟前面几位不太一样的一个角色，嗯，也进入了艺术市场，嗯嗯，但是没有。 火热到那么高的程度了，他当是,是没有被市场爆炒。在那个 freeze 的那个现场里面，也是有艺术家也有藏家，嗯嗯，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嘛，嗯啊、嗯，就说明他是有一定的买家的，嗯嗯。嗯然后他自他的观点，其实也是说啊、呃，艺术市场跟我没有关系嗯，他甚至是有些调侃说：“我画了这个呃女性的生殖器，嗯，是朦胧的效果嘛。”然后买家。嗯 花了大家也买回去，可能他买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画的是什么啊，回去以后发现啊，原来是画这个啊。他好坏，他开着玩笑。对，开着玩笑啊。嗯。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非呃非洲的非洲裔的那个对那个女性艺术家啊，那那个艺术家就相对是一个起步阶段嘛，起步阶段啊，就是但是也算是进入艺术市场了啊，也是至少进了拍场了呢。就是年轻一代的，嗯，就非常有。 未来也会有非常有潜力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嗯，以及刚才我们你提到这个，呃，他还采访那个，呃，美国艺术家彭斯，彭斯，那彭斯也是，嗯、呃，是另外一个代表，嗯、他是曾经火热过，但是已经退潮流了的一个，退潮流了，已经被市场抛弃的上一代艺术家，嗯、对，离开了，离开了，然后他可能也是主动。 离开了这么一个艺术市场，嗯，然后在乡村，美国的一个乡村待着，那是真是大农村，真的是蛮农村的，嗯，然后自己就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画画，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一个艺术家，嗯，是高度理想，嗯，自由艺术家，自由艺术家，自由艺术家这个词儿我是从陈丹青老师那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词，嗯，对，整个片子采访这这么几位艺术家，嗯。 所以，嗯，整的这整体来看，艺术家的观点跟其他艺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和藏家的观点，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嗯呃，无论他是否成功，嗯，他们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艺术市场跟自己没有关系。嗯，我没有自己在经营这个市场。嗯，啊，虽然可能其中有有一些还是。 主动的去有一些可能去经营的这么一些动作，嗯、或者是有一些在创作上是多少是考虑到一些嗯买家的，嗯，但他对外是不去承认这件事情的，对，嗯，嗯因为这也是所谓艺术定价的体现在的目前艺术定价体系里的一个一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嗯、虽然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好像艺术现在变得非常商业化，就跟买个、嗯、买个,买个呃房产啊，买个股票是一样的，嗯、但是。 一旦你要是很明确的表现出来你在迎合市场，那你的价值就马上又下跌了。对，这就相互调戏的有趣的部分。<对>嗯，所以这就需要整个艺术市场的各方各面大家都，呃，共同努力把这个火煽起来。嗯、对，<laughs> 这就讲到一开始有一个技术采访的是、嗯。 画廊主吗？还是谁？就是他说这个当代艺术现在是个泡泡的那位。嗯，策展人。啊，那是个策展人。对对，策展人。所以一开始他就借这个策展人的话，把把观点，我觉得先提亮了。对对对。当代艺术，它是个大泡泡，但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它。泡泡很美。哎，泡泡很美。哎，我们不能让它呃破掉破裂掉，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得一点点把它吹大，而且只能吹大，让它飘起来，一直飘着浮着。昆斯接受采访的时候。 里面有人很直接的，就是调侃昆斯，说昆斯这个人早期就是非常有说服力，而且穿的像华尔街的这个经纪人一样，嗯、啊，谈吐哈、啊、也挺像的，嗯,嗯，然后就采访嘛，里面有采访的片段，然后昆斯确实表现的很很很健谈，而很愿意解释自己，嗯嗯、哎，昆斯就是以前就是在华尔街、啊，哦，好谢谢你，嗯、很难怪，<laughs> 然后他但是那个纪录片里。嗯 他在介绍自己的一个作品的呃观念或者概念的时候，嗯、特别像一个已经说服了自己的骗子，嗯、或者说服了自己的这个呃、嗯、seller 是啥？推销员？嗯嗯，嗯销售，销售，嗯、对，一个销售人员。嗯，你还记得他说的那个概念吗？就是一个发烟的一个装置，一个什么什么火车驱动什么，就、嗯这个、啊，规模很大，很好。 记不得了，就是调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让你去跟他一起想象的能力，嗯、但我怎么怎么听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吧。嗯，包括他那个呃凝视球那个系列，嗯,嗯,嗯，他前面一开始上来介绍的时候，嗯、我觉得跟你说的一样，他就是非常。 会用他的语言来去渲染渲染他的作品，嗯，比他的笔要厉害啊！嗯、对啊，他也不画画，所以他也是找到了现在现代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个游戏的一些窍门，嗯，所以他才能在里面如鱼得水。 对吧？你像他那个什么球，呃，凝视球，凝视球用了好多那个嗯名画，名画就是古典的古典,的古典的呃呃文艺复兴，包括文艺复兴之前的一些名画，嗯，然后每个上面有一个呃蓝色的那个不锈钢球，不锈钢球啊，嗯，然后那个球是距离画有一点一点距离的，嗯，所以他意思是那个球是他映射的一面是映射的，嗯、呃，古典的。 做一面是映射了你自己、嗯嗯、或者你的当下，的这个时代，全靠解释。我觉得只有部分人的这个身份焦虑或者自我认知的一些焦虑，嗯、在在那里会得到一些投射，嗯、会有一些释放之类的。嗯嗯，包括那个那段采访，在他工作室，很多那个巨富的那个呃古典的油画，嗯、是他的助手在那儿画嘛。嗯，对,对然后那个画仿画。或对对对，嗯、就就是。 对复制品，对疯狂的在复制，嗯、复制品、嗯、然后那个导演就问他：“哎、嗯，这你你这些作品都是你的助手，不是你亲自画的，嗯、对吧、嗯？”对对对，嗯、你还记得他那段怎么回答，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我。我也不太记得了，啊嗯、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他一天的时间有限。 就是他如果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这个艺术作品呃这一幅作品上的话，那他很多的艺术的 idea 对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对，嗯，我的一生会创作这嗯作品要少很多。对，我没法像古典的艺术家几年画一幅作品，大概这概念。对，嗯，是的，好华丽的借口。对啊，华丽丽的借口，果然跟以前在华尔街工作过有有关系。嗯。 哎呀，所以拍卖行的那个那位姐姐就说了，这个昆斯现在作品越来越变成一个 lobby art，嗯，就变成这个大大堂艺术品。术嗯，他说变成 lobby art 以后就就涨不上去了，还是怎么样？嗯、会被市场抛弃？对，嗯，对 lobby art 也是最近这些年也是在那个一些艺术类的媒体上也会经常看到。啊 那我们看了昆斯老师下一步会怎么样、啊对？对，嗯，一方面嘛，它又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嗯，还是有一些呃市场的市场的需求投射在这个艺术作品的价格上的。嗯、但同时，你又要做出一个我是艺术作品，嗯、我是与众不同，嗯，独一无二的东西，嗯，才能够维持你的这么高。 高身价，它的消费群和如何消费它，嗯，也有关系。嗯，嗯就是你我大厦捞比缺个东西，但我要拔份儿，嗯，就要要说俗点，逼格要高，嗯、那我买一个特别贵的<对>知名的艺术家放到那儿，对，结果这艺术家身身价可能就因为你这么放就低了呢。对，不是、嗯，我觉得可能一一一家。 大厦里面放还还好还好，就五家大厦里对，就是一家放了以后，人家说：“哎呦，这个摆的挺牛逼啊！”我也要，然后就什么的，家家都放，那完了，那是艺术家作品就废了。呃，艺术家也控制不了，嗯，甚至是可能带给他的画廊也控制不了这事儿。打个岔，就是，呃，好像是去年，嗯，昆斯送了巴黎一个他的大的所谓的雕塑作品，嗯，其实应该也是大的。 不锈钢类的，嗯，一个充气那个气球，嗯，经典的气球造型的一束郁金香，好像那、啊嗯、巴黎人说怎么像像屁眼、啊？怎么昆斯送了我们一把屁眼？<laughs> <laughs> <laughs> 哎，巴黎人也挺搞笑的。那你你被他一说，你再看，哇、哦，又真的有点像。嗯、但他那个是是为了纪念那个之前的巴黎的恐袭、恐怖袭击的一个纪念性的作品，啊、嗯。嗯 但被巴黎人调笑了嗯。嗯巴黎人就这德性。好，不打岔了。别的都回来回来别的都看不上。哎、啊，当年卢浮宫上的那个玻璃金字塔也、啊。那绝对看不上、啊、嗯，贝聿铭还是很成功的。嗯，但那又是另一个体系了。对对对。就是这个建筑体系跟。 呃，就最顶尖的这艺术交易品，其实也也有相似之处。嗯、其实，嗯，它也是个，其实也是一个权力场、话语场，嗯、呃，又消费一些，嗯，呃，又又带有投资属性。就我这个地皮，我要建一个知名设计师的建筑，嗯啊、对吧？这个也是有的，有有有有。有有有嗯，嗯算了，不往建筑拐了。嗯嗯。<laughs> 还没还没说那个自自觉逃开这个拍卖市场的那位呢。 琼斯在他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是一个嗯、呃、曾经也是叱咤风云的，在艺术上叱咤风云的一个艺术家。嗯，对，我觉得不管是呃拍场上的荣誉还是评价上的评价荣誉啊,啊,荣誉啊,啊这些，包括美术馆的收藏啊，对，应该是都尝过了，这味道。嗯、对，具体这个中间的嗯来龙去脉，我也没有。 很了解，对<是>他的挣扎和放弃是吧？对，<laughs> 就但是就是他，就突然在他嗯销售还非常好的时候，嗯、就突然他就消失了，在整个书签。嗯、所谓这个所谓的消失，就是他没有继续在呃出售他的作品，嗯、甚至没有展览去嗯曝光他的作品。嗯、然后他就去到乡间，嗯，继续自己的创作。嗯，然后在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到他嗯在自己的那个工作室里创作的画，跟他之前。 呃，销售非常好，在拍卖市场也呃赢得赢得非常好的成绩的这些作品，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完全不一样。嗯、对，因为他当时的那些作品是是比较呃那个几何抽象的一些作品，嗯,嗯，就是一些大画特别大的画布上面一个拼图的色，然后中间有一些圆点组成的一些呃图形呃抽象图案，嗯，那个时期。 同辈的这些艺术家里面，他已经站到跟他们一样的最高的一个地位了。嗯，当时谁是最火的？好像里面还有一段劳森伯格是、就是。劳森伯格，对对对，嗯、劳森伯格。劳森伯格那一段简直也是挺好笑的，有一点。嗯,嗯我有点记不清了，劳森伯格那段是啥、啊？劳森伯格那会儿是就是刚开始有，呃，拍卖好像是当代艺术拍卖。嗯 嗯，好像是买家吧，还是他其实最后变成一个所谓的操盘手之类的，就是他买了他的画，然后举行了拍卖。嗯嗯，哦，有想起来了，对,对吗？对，然后拍的价格还挺高的。对，然后那个老孙哥还老孙哥就是当面怼他，当面怼他，怼他就是、但是怼的吧，我觉得又很暧昧，又不愿意显出自己对金钱那么的在意，嗯、但又觉得自己是受伤害的一方，对。对 然后他就表示了，就是把我的作品卖这么贵，我从中没有得受益。对他这，这、嗯、他的意见是这样的。嗯嗯。然后那个，嗯，那个主持这次拍卖的那个人，他的意见就是：那你未来你的画，你想想你未来的画会值多少钱？嗯、我就很好的回答了他的问题吧。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游游戏规则里面，他这解答是他的这个回答是非常好好的完全合理的、嗯，完全合理的。对的。 对，嗯，现在肯定不会有哪个艺术家会在意他的作品第一次上拍、嗯、被他的一级买家拍的特别高，嗯、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没有活力。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人了。嗯，嗯对，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情。嗯嗯，嗯但是场面有点难看。一个艺术家就是看完自己的拍卖之后，去问这个、嗯、相当于卖方：“你你把我讨说法。” 挺没劲的，其实。挺没劲的，<laughs> <对>嗯、挺挺掉价的。嗯，哎、嗯，然后回来说到彭斯，突然在他嗯销售非常好的状态下，他就离开了艺术市场，嗯、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自己的创作做。嗯、然后他，你看他新的创作，其实第一眼的感觉来说，的确是跟他原先的那个系列是完全不一样。嗯，因为他现在的那个更像是。 比如像波洛克的那种泼洒画，随机的、随意的那种抽象的绘画，嗯啊，然后颜色非常的丰富，嗯，就前一批的那些原点画销售，嗯、呃，比较火爆之后，嗯、他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已经非常排斥继续画那样的画，嗯，而是市场需求他还继续延续那样的，对他画够了，对他画够了，嗯，作为一个创作者，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就是创作者你如何延续自己的艺术创作，嗯、你怎么样去不断的探索出新的路，嗯，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难题，嗯啊，嗯对，这是这是所谓自由艺术家的难题吧？之前也听了那个陈丹青老师一个访谈，里面也提到所谓的呃。 现在的艺术家其实算自由艺术家，跟以前文艺复兴或者更早时候的艺术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早期的艺术家他是一个服务性的艺术家，到了自由艺术艺术家时期，艺术家需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呃，一方面是你自己创作怎么去寻找创作主题，所以说白了就是画什么和怎么画。嗯，啊，除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以外，你还要考虑到你自己画怎么去。 呃，面向市场，对这个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第一种就是这个、呃、文艺复兴时期，嗯，那是有有买家要买你的工作的，对，对嗯，而到了现在，所谓自由艺术家，是你你画什么，嗯。嗯 是你决定，但你得想办法把它卖出去，<对>然后你自己才能活下去。对，那这也是这个纪录片里前面有哪一位聊到的，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艺术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说他至少是贫穷的吧？对对对不要奢望自己变成一个所谓的明星艺术家，在拍场上成为明星。嗯，这是条窄路，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一般人最好是你不要考虑当艺术家。对对对对。如果是。 万不得已，万不得已，万不得已，你要当艺术家，你非要当艺术家，非要当艺术家，我死我就是要当艺术家，铁了这个心了。OK，那你就要做好准备，你这辈子都非常贫穷。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才做这个选择。对，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艺术家是，对，是不可能走到这个金字塔顶尖的。对，嗯。 这个跟文艺复兴时期就不一样了。文艺复兴时期你定件，嗯、你可以成为助手，你他是个工匠嘛，嗯，你你学到这个手艺，你还是有生存的可能的。嗯、但你变成一个自由艺术家，嗯，你不是不像设计师，嗯，你完成定件的和服务业，那这个生存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嗯对，你一定要博得相应的。 说消费者也好，嗯，说关注也好，嗯，要靠全靠自己了，对，嗯，没有人找你先给你五十万，然后让你请你去画个肖像，画他的肖像是吧？很难找到这样的单子吧？嗯，但彭斯是他至少是成功过的，对，但他主动放弃了，他就说艺术是很直白，说艺术跟金钱是没有关关系的，嗯，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嗯。 因为他是创作者嘛，就是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都是创作者。我觉得这么说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你这个话，即便放到文艺复兴时期都不成立。但是我不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有没有所谓的 art 这个概念哈，在那个时期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你是拿钱干活的，这是定价呀、啊，对吧？对，你只能画得好或者更好。嗯，你不能说我这活儿跟钱没关系。嗯，甚至我我我看到一点，就是有的艺术家因为就当时属于工匠嘛，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他会因为他的这个呃工钱，嗯，没有达到他满意的程度，这里会产生纠纷，甚至是官司的。<laughs> 对，意大利的法庭要判这个事儿的、呃、嗯，跟咱这自由设计师是一样的。啊、<laughs> 对，生生活方式不一样啊。其实他们聊的都不是一个事儿，一个是在说艺术创作这个行为。对。 一个是在说艺术品这个物品要分开，嗯、要分开，嗯，所以这个片儿的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观点，想要寻找说这个艺术品的价值和它的价格的关系嘛，嗯，就是万物有价，但那个物是有价的，嗯，就创作这个这个抽象的行为其实是无价的了，嗯嗯,嗯，物体是绝对是可以定价的，嗯嗯、可以交易的东西都可以定价，嗯、对，嗯对。 对，我觉得这个标题背后可能还稍微藏了一点点这个意思吧。嗯，是、呃。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里面谁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艺术市场、嗯、遇到了没有东西可卖的这个状态之后，嗯、大家整个这个市场开始操作、嗯、当代艺术。哦，一个老拍卖师这么说的。嗯、对对对。 这个也很合理，就是因为它是市场，它需要标的。对。但是之前的那些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这些画，都已经名家名作有主了，嗯，名花有主了。对。那市场上没有足够的流通物了，那怎么办呀？这时候就是只能拿当代的东西，只能拿新东西来了。嗯，对。嗯。所以就应运而生了，就把一下子把当代艺术也炒起来了。这个未来就要看多少东西能留下了，其实。嗯。 大体就是这么回事儿。嗯，我觉得至少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聊艺术的时候，不要再抓着拍卖不放了。嗯,嗯，那是少数人的事情。嗯，如果我们是聊艺艺术欣赏的话，嗯，艺术拍卖也不需要公开的聊，因为跟大众没关系。<laughs> 作为一个艺术欣赏者，或者是艺术创作者，嗯、我们怎么来看待作品？嗯、到底什么样的作品是有价值的？嗯。 艺术欣赏也不是科学，<对>艺术创作也不是科学，对，都是很主观的行为。是，因为这个定价也是，嗯、呃，有钱的人<是>主观觉得他应该到这么个价位，或者他潜在，嗯、呃，有潜在的升值空间，这是很主观的，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的东西。嗯嗯 对他没有一个公式，没有公式、嗯、也不可能，就是很难重复。嗯，就是他买某个艺术家的作品，你去买，嗯，他能高价脱手，你未必能高价脱手、嗯。就是这这里没有公式的，嗯，所以就不不不要受，就不要受那个打扰，不要以为，拍卖场是一个拍卖场的价格是客观真理，那就出事儿了。嗯，就是你喜欢的艺术家终于拍到。 嗯，比如说一亿人民币了，你觉得啊？你你喜欢的艺术家他得到肯定了，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个心理支撑，不需要，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数字来，呃，肯定自己的眼光。客观真理是什么？就是新冠病毒它是人际传播的，这叫客观真理。一个作品卖到多少钱和它的这个欣赏价值，那是没有一个所谓客观真理的，因为欣赏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行为。是。 你看一幅画觉得好，但我觉得就不好，这就是个人都有个人的这个感受，对吧？嗯嗯嗯，千万不要被就拍卖价格左右。对，嗯。常玉的画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常玉的画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或者你喜欢就是喜欢，那就这么回事。对。但如果你是因为拍场价格才喜欢的，那你要稍微反省一下你的，你的这个作为欣赏行为的单纯的，嗯，这个。 单纯度有多高？除非你真的想介入这个投资，对，那是另一回事。呃，呃，我们基本就是说我们以后不会再聊拍卖了，应该是是，应该是嗯，一次聊够了，聊够了。我觉得看这个片儿也基本上，嗯，不了解的人也大致有了解了。希望未来有有有机会公映，或者有机会在线上有有一个就是网络媒体有引进它，让大家能看到，就是关心艺术的人能看到它。嗯。 因为现在连西方都是，我觉得都被被打引号的骗的稀里糊涂的。嗯，就比如卡特兰那香蕉。那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嗯，我也觉得。嗯，嗯这个相互调戏，但调戏的差不多得了，还这么玩儿。 不高级，不高级，真不高级，只能忽悠最最不了解的人。嗯、呃，不管怎么样，我对陈丹青老师在他的那个他接受 GQ 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讲艺术史，但不想拉低了讲，嗯，不想去讨好观众还是怎样？嗯、我觉得就是有些艺术家的这种行为就有点拉低，嗯嗯，就是硬。 抢这个营销公司的活来干，嗯、其实挺没劲的。<对>嗯呃、不是之前聊过吗？现在艺术家什么什么活都抢过来自己干、呃。对，什么活都抢过来自己干。啊、你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怎么说这个艺术的民主化？嗯，我觉得有点艺术民主化。但是我我我之前有想这个这个概念其实对应的现实是什么，但是现在有点有点脑顿，一时想不到。嗯，但我觉得就是艺术的评价在被所谓的民主化。 嗯，但我觉得也可能是个障眼法。嗯，你像以前，谁出钱谁出好不好呀？对吧？对。现在成了艺术家是自由的，嗯，拍卖给价格是一个参考，但最终呢，这个东西就民主化了。嗯，民主化的好处是它民主，不好的是就是就像你说，它失去标准了。对，嗯，对对，你说对。以前的标准就是很简单，我是我是买家，我是订货的，对吧？我下单了，嗯。 那我我来判断这东西好不好？我要体现的东西我是有要求的。你通过你的创作这个主观的创作活动把它要体现出来，我才买账呢。你看那救赎还是什么，就那个雕像，雕的多好呀，多惨呀。但你得真的表现出来，对吧？嗯，写个大大惨字，写个大大惨字，我操！然后艺术家自己躺在那儿，都是挺关键的。 哎呦，呃、哎呦对，的确是，就是要有，嗯、就之之前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的体系嘛，嗯、包括之再往后的话，有的这个院校的系统或者画院的这个系统，嗯，那它也是有个自己的一个评价的系统，嗯，然后一旦进入到自由艺术家时代，就开始慢慢这个、嗯、这个系统就不复存在，就被摧毁了嘛，对啊、嗯呃，因为不断的要要要。要要火 反对权威嘛？对艺术、艺术、的这个，特别是现当代艺术的这个发展，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推翻权威嘛。嗯、别推了，嗯、已经没有了。嗯 <laughs>、啊，你你都已经没有买家了。嗯，嗯就你都不是定价了，<laughs> 你还推啥呀？嗯，对我觉得这也走入了个误区，就是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可能，当然这是这是社会流变产生的，其实挺复杂的，嗯、不是单纯的说一个人要反对。 呃，艺术权威，他其实影射的是更多的心理需求。嗯，只不过这些人他正好是想做艺术家，嗯、呃，又想反对一些什么东西，嗯、那他只能反对自己领域的东西了。嗯、其实其他领域也有他想反对的。嗯，那女性的平权呀、啊，什么工人阶级的要要，要嗯，呃，自己的权益其实都是有一些，嗯，反的呃属性在里面。对、嗯，但最后还是考验。 说难听点，就考验一个艺术家的生存能力。我操，嗯、还真的是，嗯、我觉得你是说的太对了。这是你反不反的问题。对，嗯、特别是我们引用陈丹宁老师话，这个自由艺术家真不好当。嗯，大家加油。<laughs> 嗯，反正今天聊这么一期，基本上这个。 拍卖这事儿也就这样了，拍卖我们就不不不太再多讲了，嗯，以后顶多当花边聊一下，嗯，花边，嗯，以前也就当花边聊一下，对，我就相信大部分人也不会真的把这事儿当做一个和离自己很近的一件事儿，不不小心就把拍卖当做了艺术话题，其实不是啊，大概是这样对，是越来越多的关注艺术话题是个本身是个好事，特别好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嗯，比如说。 呃，多多看展，嗯，对吧？嗯，比如说有年轻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嗯，你、嗯。 消费得起，你也可以支持他们。对，先去了解他们嘛。对，喜欢就可以。你可以挑选到自己喜心仪的，能够真正打动你的作品。嗯，你就不要，呃，就果断可以下手啊。有这个经济实力就果断下手。哎，不用考虑它升不升值啊。我跟你说，就你出入是这个收藏的话，就不要考虑升不升值了。对对对，这个这跟你没关系嘛，真没关系，开心就好呀。对，真的它未来升值了，那就算赚到了。哎，不升值也就这样了。对，嗯。 反正你自己喜欢就行，真的要自己喜欢，对，这是第一位的。对，然后以及可以听听我们呃聊聊艺术的播客节目吧，也是挺好的。对啊，虽然我们也是呃不是行业内的人，今天在聊这个拍卖，没有去过拍场的两个人在聊聊拍卖。对，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对，是平等的，也是平等的啊。我们在也是坐在外面看这个事儿。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嗯，就是我们节目也这是应该是。 快五十期了，四十四十多期了，嗯嗯、靠近了啊。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听到，嗯，在听我们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一些反馈。嗯、所以呢，我们也决定要建立一个我们自己听众的听友群，听友群能聊聊天儿，对，就是可以交流嘛，可以交流。嗯，但我觉得大家既然愿意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对艺术还是有兴趣的，嗯，也可能有一些。 嗯，有趣的观点或者有趣的困惑，对，嗯，我们晚一点在微博和微信吧，如何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吧？现在用微信这个平台吧，嗯、用微信群，嗯，把大家就是如何加微信群的这个方式告诉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嗯嗯 通过公开的这个方式，嗯，跟杨老师和和不定期来和我们的各位嘉宾聊天了，不不停变身的一位嘉宾对对对，嗯嗯，大概就是这样。好，结束今天的节目，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也在想在疫情呃平稳之后，能够组织一些听友的活动哎哎。 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嗯，好的，那我们就在一首不知道是什么的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好的，哎，下回见，拜拜。走你，拜拜。